各位观众朋友，真欢喜你拨时间来收看这个节目。我捌伫咱的节目的中间介绍过，伫台南咸水啊，遐有一间国民校，较早有一个囡仔，因为伊有得着小儿麻痹，啊，伊有一支脚无好势，伊的老爸有甲伊准备一台脚踏车，互伊会当逐日骑去学校读册。伊有一个同学，伊有一个同学无同班的同学，嘛是因为小儿麻痹啊，两支脚无好势，所以即个一支脚就骑脚踏车，逐日要去上课下课，啊，就去载迄个两支脚拢着伤的同学。回去因家阿廖，伊才倒回去伊个厝。后来我有将即个真实的故事啊，改写伫报纸里，啊，得到真大的回应。迄个回应就是感动，甲讲一个国民校的囡仔啊，就会晓去做即个帮衬同学的代志。今仔日甲咱分享另外一个故事，这嘛是真实发生。安尼就是伫我六年前工作的所在，我到即阵拢逐礼拜爱去和信病院伫遐来做总教师的工作。六年前我伫和信病院啊，有一日有拄到一个先生阿伯，伊个负责人对台东调工起来，到伫台北核心伫遐来伫治疗。即对夫妇拢是伫讲话中间，我才知影，因拢是对美国俄亥俄大学伫遐读册完成学业倒转来，啊，即马伫台东大学伫教册。先生名叫詹树杰教授，啊，太太名叫做甘淑珍教授。教授啊，两个拢伫台东大学。有一个太太因为得癌，啊，佮即个胃癌啊，瘫到规身躯，啊，起来伫台北和信病院伫做化学治疗。但是咱会当通知哦。讲话中间，啊，知影因拢是信耶稣基督的人，所以大家会当亲一面，啊，去讲到关系生命人物的问题。咱会当安尼了解，因是安怎要对台东走起来到伫台北，才来做化学治疗，啊，是讲开刀啊做化学治疗。原因就是根据政府的卫福部的统计，在台东地区超过 70% 的人，若得到癌症或是重病要治疗，啊，拢会离开台东，若不是上近的，就是去到花莲，啊，是讲去到高雄。因通常若是小可经济能力较好，啊，就会走起来到伫台北的所在，啊，咱会当通知，这实在是真无方便，因为起来到台北，像詹教授甲伊的太太甘教授夫妇两个人，啊，就起来到伫台北和信病院，啊，要做化学治疗，啊，但是去到病院，才知影讲无病房，啊，因得阁等一日。所以迄日要安怎样？迄日因得去住旅馆，啊，这就是真无方便哦。虽然治疗的时间到，照规定时间因得倒转来，却是无病房通互因入院，伫遐做化学治疗。后来，这个詹教授伊倒转去，伊有写一张批予和信病院院长，伊讲这对阮远路来的人，毋是时间那定，阁是负担加添真济，因为有一暝因袂当入院，因得爱去外口
过一暝，啊，才阁倒转来伫病院的所在。咱会当通知70%的人，若是安尼奔波，台东一逝路起来到台北，安尼咱会当想象，有时阵敢若买车票，就是一个问题。哦，啊，你遮若延一日，甲原来计划要转去买车票，迄个时间拢得阁爱改变，无一定阁是买有。啊，我伫核心病院工作的中间。安尼就是因为拢会讲起台东地区伫医疗拄着困难，嘛会讲到遐个新妇收入，因伫啊献身伫做个工课，所以后来有两个真资深个护理长就决定辞掉去台东工作，毋忙对遐个着癌症个病人有一点仔帮助。这两个护理长决定过了后，就感动我伫台北东门木会的一个青年，伊伫国泰病院已经有十几年，伫迄个血液肿瘤科的工作，的主治医师刘汉鼎医师，伊就做一个真重要的决定，有护士过，安尼伊嘛要过，所以伊就将国泰病院的工作辞掉，啊，规个家伙就搬去台东。伊的细汉囡仔才三岁，啊，伊的大汉的查某囝读国民校五年，啊，因就安尼三个囡仔啊，夫妇两个人就搬去台东，啊，伫台东基督教病院就设立一个癌症的科。啊！伊因为即个主治医师刘汉鼎医师，伊就会当伫遐来做化学治疗的工作，安尼，予台东地区的病人毋免搁再艰苦迁徙，走去华莲高雄，啊，是去伫台北的所在。甘淑珍教授，伊就是拄到即个问题，啊，伊。伊个癌症尾期已经扩散到规身躯，也无法度通振动，所以起来台北嘛有困难。啊，毋过病痛要安怎样？啊，好佳哉，到伫落尾，安尼就是2012年啊七月，一个老医师过去。啊，伫即个进前一年2011年嘛是七月。啊，这两个核心的护理长已经过伫迄边，所以因三个人就正做一个 team， 啊，会当关心着癌症的病人伫台东基督教病院的所在。后来，这个甘教授伊就无搁再起来台北，身躯病痛，啊，就去伫台东基督教病院伫遐来就医哦。安尼对伊个家庭帮助真大，因为詹教授伊个丈夫詹教授随时拢会当就近甲伊照顾，因无请人照顾，是丈夫家己伫照顾伊个负责人，而且咱拢会真感动哦。啊，然后嘛看到两个囡仔，大汉个囡仔叫做詹祖勇，细汉的囡仔叫詹祖安，啊，细汉的囡仔只有国中二年，大汉的囡仔读高中，啊，两个兄弟学校那下课，甚至中昼的时间，因嘛利用食饭的时间便当客咧，啊，脚踏车骑咧就去病房，啊，陪妈妈伫迄个所在，安尼规家伙。真温暖，得免搬山过岭去到伫台北的所在。后来，这个詹甘教授伫2012年11月，啊，就因为真严重，啊，就结束世间的日子，转去到伫天灵的所在。但是，老母过身的时阵，这个第二囝詹祖安也不过14岁，所以伫伊的头壳内，伊的目睭中所看到的老母，伫这个得癌症的时间是真艰苦的。
啊，真艰苦，拢定定需要有人帮衬。安尼伫伊个头壳内，伫伊个生命中间，定学习到一个真重要的功课。讲，若是有人亲像我个妈妈遮尔的艰苦，破病遐尔的艰苦，安尼到底伊需要的帮忙是啥物？如果我若有拄到类似的人，我要安怎样给他帮忙？这就是伊常常藏伫头壳内，看见人艰苦就会想到的问题。啊，咱先讲到这个所在，休困一下，再过来继续。因为因规家伙，陈教授规家伙拢是敬虔的基督徒，啊，伫教会拢会学习到一个真重要的生命功课，讲着爱疼人，亲像伫疼家己一样。所以这个细汉囡仔，伊头壳内拢记着这个功课。2014年，伊这个朱安就已经读到高中一年，啊，伊起来伫台北内湖高中读册。伊入去读册时阵，就发现班里有一个查某同学，啊，是塞轮椅来伫教室，啊，伊就真紧，拄像我头起先伫讲，伊拢会去想到伊个老母，啊，伫破病严重的时，啊，拢爱坐轮椅，因为差不多爬袂起来，无法度，脚无支力，啊，就爱坐轮椅的时阵，啊，伊这个同学生甜哦，啊，伫内湖高中在读册，啊，伊看到伊就真紧哦，开学，啊，伊就赶紧走去解问。啊，这个同学，这个查某同学无参加新生训练，因为身躯各样，所以一个开学来，啊，看到班里的同学拢总无熟悉，啊，就歹势歹势，啊，伊就走去，甲伊请安，甲伊问，啊，才知影伊得着另外一种癌症的病，叫做伊温氏骨肉瘤。啊，这是真严重的一种病，互伊的骨头拢袂好势。伊有做几呐遍的手术，啊，佮做真强的化学治疗，啊，确实身躯非常歹，啊，需要用拐啊。啊，老爸是用轮椅带塞来伫学校。老爸真疼这个查某囝，这个邓先生，啊，逐日用轮椅带塞入来教室，学校的老师，这个班导师嘛真体贴，为着老爸陪查某囝来读册，伊特别搭准备一个桌啊椅啊，互这个老爸嘛伫教室的内面，安尼会当随时就近照顾伊的查某囝。陈主任同学伊看见爱的。逐日拢会走去台门，啊，若下课阁卖去台门，安尼伊功课接会到无？啊，听有啥物问题无？所以这个老爸，这个邓先生就感觉，哎，这个同学真无共款哦。啊，有时阵哦，这个查某同学安尼会发生头壳晕，无好势。啊！就爱赶紧送去学校的健康中心，啊，拢是朱安陪伴做头一个，啊，有时阵伊会伫遐陪伊到伫休困好势，佮家己带倒转来伫教室。经过无偌久，这个同学就发生甚物，就是癌症的细胞佮再出现。陈主任同学头一个想到的，讲亲像伊个老母听到搁再复发，这个癌的病情复发，迄拢是上无好的消息，所以伊无法度通想象这个同学后手的时间剩无偌济。不过因为是重新复发，阿在
送刀回去台北营总，伊本来伫遐开刀，伫遐看，佮再倒转去台北营总入院。伫入院的中间，陈子安同学伫那下课啦，啊，功课会当应付好势，啊，伊拢会要倒去厝里的时，学校下课，伊就调工去人民总院去探一个。拄拄开学无偌久了，才熟悉。啊，毋但呢，伊阁会招其他的同学，啊，逐个人去遐，甲伊看，啊，讲一个笑话，甲伊请安。所以，互即个破病严重的病同学，即个查某同学，老爸感觉真温暖。有一日，伊毋但是去病院探同学，伊阁招伊的老爸陈教授做伙去。后来，即个。这陈先生甲陈教授伫对话中间，啊，才了解哦，这个陈教授甲新甲伊个太太两个拢是伫台东大学伫教册，哦，啊，伊就感觉讲，因教出来囡仔真正是足有礼貌，佮足有疼心，真体贴的一个囡仔，啊，真受感动。啊，过来嘛，了解因个基督教个信仰所带予囝儿个影响。啊，当然，即个同学无偌久，后来就真严重过身去。陈子安同学，伊就安尼一直顾顾甲陪伴即个同学离开哦，所以即个陈即个陈生就真感动。后来又将这个陈子安同学在做的代志，啊，把写批啊寄去伫学校的所在，啊，互学校的教授嘛知影，先生嘛知影，讲学校有这种这么有贴心的同学伫因的中间。陈子安后来去读中，即马伫中兴大学一年在读册。无偌久之前，伊参加学校的一个演讲的比赛，迄个演讲叫做 TED Talk。啊，这个 TED Talk 的动的题目，伊叫做“我上珍重的礼物，一条红的领带”，哦，一条红色的领带。后来，伊的演讲得到第一名。啊！伊个演讲文读开就真感动人，啊！我将伊个演讲文读予咱大家听。伊是安尼写个，哦，伊讲红个领带，大家人看到拍算会想讲是要去参加 party 啦，要去啉喜酒啦，啊，是要过年啦。伊讲即边我用即个红个领带。是去参加我的老母的告别式，迄真特别咯。伊用甲红的领带，甲伊的兄哥哦，因是用红的领带去伫参加老母的告别式。伊讲我的老母伫我13岁迄年就去互诊断出来，得着上恶性的胃癌啊。在11个月中间，经过足济治疗、开刀、化疗，一边搁再一边，我会当了解迄个身躯的艰苦、心内的折磨。确实，我的老母定用圣经内面一句话，就是《雅各书》1:22，伊讲恁遭遇着真济试炼，应该是看作。是幸运的代志，因为试炼会予咱信仰哪来哪坚定。伊讲老母会胃囊肿切掉的时阵，啊，若食物件倒咧，啊，迄个目睹就真袂好势，因为胃已经切掉，啊，无法度哦，定定会一声赤声来到伫伊的嘴里。啊，迄、那个表情就真艰苦，啊，囡仔拢会在问，甘教授就会甲朱安、朱阳讲，无胃真好，安尼较袂搁再有胃痛。
囡仔定感觉老母唔但是无化艰苦，颠倒用无同款的话在间安慰。啊，然后化疗啊，头毛落了了，伊讲老母就安尼真艰苦的时阵，犹阁会讲真济安慰的话来在安慰这两个兄弟。陈主安讲，身躯的艰苦已经真艰苦了。经过二十一遍的化疗了，医生敢建议讲上好就是去做安宁，因为过来真正是无意义的治疗。安尼，伊讲老爸兄哥甲我拢得好，啊，老母真安定，啊，颠倒在安慰这三个查甫人。伊讲什么？伊讲不要紧，有一日咱会当伫天顶的上帝遐，搁再见面。所以我就做一个决定，这是主安的演讲内底写。伊讲我要甲妈妈来学，哦，所以我看到妈妈坚定的生命态度，我要来甲伊学，欢欢喜喜来陪伊行生命最后一段路径。因为安尼，我就逐日下课了就走去病房唱歌给伊听。伊讲伫临终迄暝唱到暗时十点二十二分，啊，唱到伫最后一首诗讲上帝是我的快乐的时，老母就安息去。伊讲迄个时阵我十四岁就无老母，我真悲伤，却是老母的话随时伫我的耳边起来。伊讲有真济代志伫咱的生命路径是无法度通掌握的，确实有一项是咱有法度，就是咱会当做决定要安怎去面对咱袂当掌握的代志，啊，要安怎去面对生命离开带来的哀伤。所以两个兄弟啊，就做这个决定，讲伫老母的对数礼拜，因要称呼伊欢喜，啊，予老母感觉阮真欢喜，送你路程去到伫天顶的所在。所以这条红的领带是伫提醒我，人生的路径崎岖坎坷，却是困难，毋是无法度。通转变是看咱用什么态度去在看生命拄到的困境，这就是陈主安演讲的内容。后来得到第一名，用无同款的态度来看生命拄到的困境，咱就会感觉对哀伤转换到底喜乐，对困难变作化解迄个阻碍，这是一个真有意思的一篇演讲文，一个囡仔的成熟的过程。真多谢你花时间收看这个节目，平安。